装的墙的哈。里头文住所啊，那今天会同福德公善心功德会哦，在这个岁末的时候要发放211份的给弱势团体的年菜，提前让他们享受过年的气氛哦。啊，北投分局在此也宣导哦，从2月1号到2月15号为加强重要节日安全宣导哦，希望大家在自通跟在自然跟交通方面都能够自然能够平稳，然后交通顺畅。首先我们要感谢地方的善心人士哈，来一起来关怀我们的弱势家庭哈。那我们这个弱势家庭要赠送这个年菜，是每年度我们福德善心功德会就会集资各位各地方的善心人士哈，一起来做公益，把爱传出去哈。那重点我们也是这个名单跟发放的来源，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北斗分局包括我们一一来询问我们各乡镇的村里长来审核，那我们才有做这个发送这个物资包括我们的自种赠年菜的这个活动。那相信我们把这个活动一直在延续当中，我们可以让所有这个关心连结连菜的这个发送关心所有的这个善心人士可以让他们有这个过一个好年。那相信这一条爱温暖味的对，是啊。可以啦，看长一个板。喂，潘雪太。我是四爷。哎。有嘞。要我们同志还是我？哎呀，我们不用带，因为都分局说要，本来就要带的。因为我们去自证，不管什么物资也好，对对，还是马赛克，对对，还是那个我们的也比较爱心什么那个都对。我们有各自，对吧？就是这样，不行。来，恁当真厉害。福德善心功德会北斗分局赠年菜，把爱传出去，赞。